我们住上个礼拜了，刚才录啊，我们在录了，我刚已经录刚录过了，有一次叫我要不要住他那边呢、啊、不过离不开市里怎么办，然后来可是你上班地方不在那里啊，对，我就在旁边而已啊，是啊，好了，我在吃啊我还会调东西、欸、没有啊，刚调好了对，花枝男的素妆，我有化妆哎、欸、有啊，那可是你自己画的蛮浓的自己画的非常浓，这没有阴影啊，阴影比较就是熏，这是什么妆，熏烟妆嘛，就是像那个小倩一样嘛，对不对？